来呀，你撞啊！你以为你撞完我，你有什么好下场吗？我是有病，这都是被你给逼的。你害了我哥坐牢，现在又想来回我了，是不是？你为什么要在向辉面前多嘴，说孩子不是刘火的？为什么？你到底想干什么？听你这意思，你早就知道这孩子是向辉的了，啊？哦，对了，你是毛丫丫的闺蜜，你抢了闺蜜男朋友。哎呦，要说无耻，还真没有人能跟你比，人前人后两张皮呀。哎，就你做的这些缺德的事儿，你怎么好意思去说别人呢？啊，你犯任何事之前，你先动动脑子吧。就你这点情商智商，算了吧你。雨熙姐，哎，小青，你来了。你记得你上次不是跟我说，你怀疑那个孩子不是刘火的吗？对呀。我现在确定的告诉你，那个孩子确实不是他的，是毛丫丫和她之前的男朋友向辉所生的。不会吧，雨熙姐？现在薛姨可疼那个孩子了，要是让薛姨知道，那刘家不得闹翻天了？所以这件事情才非同小可呢。你想啊。你薛姨那么疼这个孩子，如果她知道这个孩子不是刘火的，她会怎么样？她一定不会让刘火和毛丫丫在一起，对吧？对呀，这不也正是你想要的吗？是，可是我应该做些什么呀？哎呦，傻孩子，哪有你做呀？你想，你们小区里有那么多的人，那么多人可以替你传话。重要的是，你还不能让人家知道这件事情跟你有关系。一旦知道了，即便是这个事情成功了，他们以后也不会给你好脸色看，知道吗？行，我知道怎么做了。好，那你先回去吧，别一会儿他们找你了啊。行，我走了啊。哎，走了。是呀，这个我早就听过了。这个毛丫丫真是不简单，一块积木都被她用绝了。可不是嘛，听说薛姐一家人还被蒙在鼓里呢。真的假的这事儿？真想不到毛丫是这种人。那如果真是这样的话，她不得被扫地出门？肯定是的。半天找不着人，你在这儿跟他们聊什么呢？啊，我一人忙得热火朝天呢。李主任，你别怪我没提醒你。现在大家可都在说，毛丫那孩子不是刘火的。你那败坏我说人坏话啊！你嚼舌根子，有你这样的吗你？啊，你对得起毛丫丫的吗？啊，你对得起我吗你？你对得起你对得起吗？你冲我嚷嚷什么呀你？这话又不是从我这儿传出来的。再说了，他毛丫敢干，我凭什么不能说？德行！嗨，我这暴脾气啊！行了行了，哎，咱们大家还是散散啊，散散吧啊！哎，各位，咱们还是散散吧啊，散散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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哎，你们听说了吗？就那刘家的事儿。听说了，你说世上还有这种男人啊？他们都说啊，这男的到现在还不知道呢。不会吧？是不是自己都自己不知道？说的就是呀、啊。他们都说啊，这个叫刘火的还是个大老板呢，那女的叫毛丫丫，哎，就在小区物业办的。是啊，你说这事儿啊，一个大老板娶了个普通的物业女工，这事儿本身就够奇葩的了，还嚷嚷呢。这几个长舌妇说什么呢？你谁呀？谁长舌妇呀？神经病呀你！我谁呀？我告诉你，我谁？我就是你们嘴里的刘火他妈啊！啊？说呀！说不清楚我抽你！哎，我们也没说什么。我告诉你，你们再敢乱说话，你看我怎么揍你！我跟你讲，混蛋！干嘛骂人呀？我骂人，我骂你，我还揍你！你干嘛骂人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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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来来来来来。
你来的正好，这几个臭三八一大早就在这散播谣言，你说气不气人？刚好你来替我作证，听听人家怎么说。有病吗？不是，你咋不说话呢？阿姨，这也不能怪他们呀，大家都是这么说的啊。大家是谁呀？谁是大家呀？都怎么说了？笑什么笑啊？切！啊！去找毛丫丫去。啊，好。不。雨琦姐，薛姨已经知道了啊。那么冷的天，你抱孩子去哪？给你。啊，你不要就不要，那你到底要干什么呢？我不想干什么呀，我现在就只想回家，我想一个人静一静，我想找个地儿待一会儿，行吗？你不是说了吗？你想离婚啊？好，你回家，回家就回家，你回家好好待会儿。虎哥，丫丫姐又抱着孩子回娘家了，她怎么这样啊？这女人呀，不能宠，会惯坏的。干你什么事啊？这是我们之间的事情，要你多什么罪？我不是担心你吗？再说了，薛姨要是知道丫丫姐抱着孩子又回娘家，她肯定会着急的。去拿我车钥匙来。车钥匙？我不知道在哪儿啊。故意的吧你？我没有。太不公平了，我怎么就没有毛丫丫这个福气啊？好让我的男神也可以宠着我。到明年的永恒，深夜里全是你的眼睛在脑海里放光，都挥之不去，如影随形，你眼睛像电影，若离开离别的温柔，我就无法呼吸，忘不掉向总，这儿为什么要贴上指挥部三个字儿啊？因为这里会即将成为一个战场。战场？什么战场啊？反正跟你说了你也不会懂，你记得让这里每一个人呢都要打起精神来，因为我们即将面对的不是一个项目，而是一场战争。不过向总，您说话太深奥了，战争我们是要打谁呢？没有谁，你让他们都回去吧。你记得让他们看一下我给他们发的资料。嗯，好的。我和向辉有没有联系，关你什么事儿？我说你这人还真有意思哈。你要是那么想知道，你干嘛不去问刘火呀？你来找我干嘛呀？
喂。喂，向总，我是何雨琪。您今天晚上有时间吗？我想跟您见个面。见面？啊，我有一件事情想跟您聊聊。吵架了，你过得好吗？我过得特别好，我有一个爱我的老公，我有一个疼我的婆婆。我是这个世界上最幸福的女人。我这么说，你是不是心安理得一点？不是这个样子的，丫丫。我没有一天不再想你，不再牵挂你。我希望你过得好。你希望我过得好？一年呀。整整一年呀，你一个字一句话一条短信都没有给我留，你希望我过得很好？丫丫，你听我解释行不行？解释？小辉，曾经你有无数次解释的机会，可是你都选择了放弃。你躲着我，你在我最痛苦的时候，在我最无助的时候，你都躲着我。我到底做了什么让你这么怕我呀？你又做了什么不敢见我呀？你整整人间蒸发一年呀，你怎么解释啊？对不起，丫丫，对不起。你能不能冷静点？我怎么冷静？六年，六年啊，向辉，我们在一起六年，我们经历过那么多美好的时光，你说不要跟我结婚，六年的感情，你说不要就不要了，你让我怎么冷静啊？你知道，你知道我这段时间是怎么过来的吗？你知道我是怎么面对我的家人的吗？你不知道。你走我会永远陪伴。不过，所有不管你到底，不过这些都与你无关了。总在作弊我，不管你，我现在过得特别的好。我现在是别人的妻子了，我嫁人了，我现在所有的一切都跟你没有任何关系了，以后请叫我刘太太。如果你会想起我，唱给你